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！今天市场上的情况是上31车，下30车啊，然后占一。啊，我们这边呢是有冷库可以代卖啊，河南、安徽那边呢啊，如果你们在当地不好卖的啊，可以拉到我们这边来进行储存。然后等卖的时候也是可以能好卖一点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，我们报价呢是最专业的，我们从早上的7:30一直到现在啊，一直到下午的2:30，一直守在市场这边，一直在看行情啊。我们会把这个最精确的价格、最准确的价格报给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。目前市场这边是上31，下30，然后占一。姜母今天没变啊，还是很稳，1.25到1.3，在这个1.3上下，也有要1.3，也有1.35下车的。感谢不离不弃的关注，感谢不离不弃的关注。我们这边有小红车啊，你可以点点我们的小红车小王钥匙啊。我们这边也是有好的姜种的，我们这边也可以储存，也可以这个代收代卖啊。每个主播点关注的点点关注，每个主播点赞的点赞啊，感谢。我们这边呢是有冷库，然后可以代卖啊。如果说河南、安徽那边的啊，如果你们在当地不好卖的，可以拉到我们于大海这边，进行储存，然后等卖的时候啊，会好卖一点啊。欢迎郑好多，欢迎人间五月天进入直播间，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啊。目前市场上的情况是上31，下30，占一啊，目前还没有清场，现在目前还没有清场，还有一车搁那上呢。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没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点点关注啊，没给主播这个点赞的可以给主播点点赞。
目前这个青苗，青苗还是2.8块，青苗的话还是2.8块到这个3块的，然后入库的话是3.2块到3.35块，青苗这是。目前今天上的多，今天上的很多，上了31车，昨天才上了18车，比昨天上的太多了。今天今天上车多，然后下货也快啊，昨天上货慢啊，下货也慢，然后昨天要价也高。今天的行情还是较昨天相比还是很稳定的。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们这边有冷库，然后可以代卖。河南安徽那边的可以把，如果你们那边不好卖，在你们那边，然后可以来我们这进行储存，然后等到卖的时候会好卖一点。我们这边也是有好的缰绳的啊，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点一下下方的小风车或者是小黄钥匙，然后我们于总会在后台专门给您回复啊，你们想问的问题啊。主播间什么价？今天的这个优质姜在4.2块到这个4.4块，然后这个不是优质姜是在这个4块到4.2块，然后精品姜是在4.3块到4.4块，然后一般姜在3.6块到3.7块啊，次姜在3.2块到3.3块。目前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稳定的啊。没有涨，或者是也没有落。感谢点赞，感谢用户251047的点赞。没给主播点关注的可以给主播点关注，没给主播点赞的可以给主播点赞啊！感谢直播间的老铁们。我们这边报价呢是最专业的啊，我们从早上的7:30到现在的这个2:30啊，一直守在这个市场这边啊，一直在看行情。您猜现在市场有多少辆车？现在31车啊，哥，现在是31车，现在是31车下30车，目前市场还有1辆车啊。今天什么情况？今天还是比较稳，还是很稳啊。优质姜在4块到4.2块，然后精品姜在4.3块到4.4块，一般姜在3.6块到3.7块。那下货还是可以，对，下货非常快，现在上31车下30了，现在市场还站着1车呢，下货还是很快的啊。相较于昨天，感谢卷心菜点亮了红心。目前来说1:30这个情况啊，还是站一车，那一车还没下去啊，已经在那站了一个小时了。